鸡汤来了，好啦，怎么样？嗯，真香！你的厨艺啊，我可是最相信的。但是那个呢？哦，这儿呢？这可是我特意跟老家的人要的，人参鹿茸大补酒。我们那边人说了。 只要这小小的一瓶啊，保管他们年轻人就热血沸腾、热情似火。嗯，刚才呀，我在他们房间的沙发上发现了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子。西城啊，从小就性子硬，肯定他不会太主动。对对对对对。 我就靠着这个小法宝，就等着抱我的重孙子来。快哦，快快快快！再放点，再放点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贺锦信到底把妈妈带去哪儿了呀？ 西西，奶奶，哎，那个西城上班去了，奶奶来看看你。啊，过得习不习惯呢？啊，奶奶，我习惯，我过得很好。过得特别好，奶奶就放心了。来，这是我和小梅啊，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煲了大补的人参乌鸡汤。等西城回来呀，你们俩好好多喝点儿。 嗯，不用了吧？哎，不行，那西城最近工作多辛苦啊，还操心你们俩结婚的事，奶奶惦记你们。那好吧，等他回来，我和他一起喝。乖，走吧。 花盒的压纹设计简洁、大气、平整、无皱褶，线条整齐。花盒的包装结合了当下比较流行的玛卡龙色调。十分钟你再不回来，我就把你的晚饭全消灭，一滴不留。今天先到这吧。 什么都好吃，好热啊！奶奶，西城回来了。啊，今天公司怎么样？啊，还行，奶奶。 公司的事情改天再跟你汇报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怎么回事？顾西城。
吃饭了吗？今天太忙了，会都没有来得及开。顾总，我发现你今天特别帅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呀，啊，就是发现好热啊，热。好凉快啊，好凉快啊。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？我喝了奶奶的汤。饭吃完了吗？我进来给你们收个碗。不用了，等下我们自己送过去。啊，老大，你今天气色好的不同寻常啊！滚！好嘞，回来。今天公司附近是不是有品牌的快闪活动？对，有两场。你该不会是想叫你未婚妻我嫂子公司老板娘来吧？司徒叔，我看你全年的薪水都会被我扣光。扣，随便扣，等扣光了，我就去抱老板娘大腿。喝了碗鸡汤，跟被人打了一样。哎吓死我了！看来以后真的不能乱喝鸡汤，鸡汤有毒啊！公司附近有品牌的快闪活动，
你要过来学习观摩一下吗？我也可以去啊。别给品牌丢脸就行。遵命。你好，我是花颜的网络推广主播。关于这位模特的妆容，我有点自己的想法，想和您交流一下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买一个。哎，米奇姐。可以。啊，我正好来学习一下。我正好想和化妆师说呢。对对对。因为这位模特的妆容，我觉得不够凸显花颜新产品的特色。虽然你是跟花颜签约了。但是我们聘请的可是最专业的化妆师，我不觉得你能做得更好。我不是质疑化妆师的专业，只是如果我说的不够直观，我可以给模特改妆，这样可以看得更明白一些。不必了，不用浪费大家时间。让他改。您怎么来了？我刚好在这边开会，所以顺便过来看看。我倒是很好奇你有什么想法。顾总，媒体们都在，要是他改不好的话，会很影响宣传的。你有信心吗？有。一直致力于传达东方美学，它的质地色调比欧美品牌更适合亚洲女性。这次的新系列名字叫做上四，所以我把妆容改得更具古典神韵，同时呢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。顾总。陈斌进来了。早就得到消息，你们这次的新产品别具一格，没想到实际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惊艳。我决定了，这次的 stylish 的头条内容就用花颜的新系列了。很荣幸。另外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可否在内容上附上他的网络 ID？ 当然可以，这是应该的。再说这么优秀的设计，我怎么可能放过呢？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啊，你好。对了，这期的专访呢，我们还请到了荒山月大师参加。顾总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们的邀请呢？如果能请到您的话，这期的内容一定会更加精彩。荒山月大师，怎么了？啊，荒山月大师是我的偶像，所以听到他的时候，有一点点小激动。对了，陈编辑，专访一向由专人负责。您是知道的，顾总一般不接受专访。当然，
那如果以后顾先生需要专访的话，一定优先考虑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锦溪。傅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忘了，我也从事美妆工作，花颜线下有活动，我当然要来看看。哦。对了，我正好有事想跟你说，是关于月桂之华的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这样，我已经和花颜签约了，按照公司规定，不能再接其他品牌的推广。抱歉。明白，不用道歉的。没能帮上什么忙，对不起啊。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，不如这样吧，等你和花颜的合约期满，就和我签约怎么样？你放心。我给的价格一定比顾西城高。哎，怎么了？贺锦溪。